好，我是Amanda，我们来看1月31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效率，顺利的完成工作。水瓶座的朋友们，如果能够懂得把握先机的话，在工作场合会有非常棒的表现。双子座的朋友们，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家庭气氛的和乐，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狮子座的朋友们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恋情，但是还处于暧昧不明的情况，要懂得拿捏我们互动的尺度。处女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场合会觉得勾心斗角的情况有一点明显，很像在演宫斗剧一样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咖啡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黑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灰色。